我们来看看这个。严厂长说了，一般来说，小批量的货是由货主亲自带车上门提货，只有大批量的货，厂家会安排免费送货上门。一方面，这给货主节省一部分运费；另一方面，这算是一种优惠。可安梅却主动了放弃了这种优惠，三次提货。 有两次是自己带车上门提货，这不奇怪吗？货运方式写着自提，确实挺奇怪的。如果利用自提调包，那就很方便了。只要拉着正规的水泥出厂门，换一车劣质水泥到工地上，再一转手，就可以挣一大笔差价。那调查组了解这事儿吗？严厂长已经如实向调查组汇报了。 他可背不起生产劣质水泥的黑锅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去见见负责出货的师傅。调查组已经查过了，安梅三次提货，都是用的外地的车，而且每一次的面孔都不一样，就是防止日后被人追查，一笔一清，连调查组都没查出眉目，咱们就更无从下手了。既然无从下手。 那就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，要不我们先吃饭，边吃边谈嘛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线索好像又断了，光听见“咕噜”八字响，就是不知道井在哪儿，真是急死人了。那可是现在只有李安梅知道事情的真相啊。可这个案子最关键的就是李安梅，她可能已经牵涉其中了，怎么可能配合？ 阿梅，我找他聊过了，情绪很激动，像中了邪一样，什么都不肯说。可是大壮已经被拘留了，他连大壮也不管不顾了吗？李安梅这种人，他只认钱不认人，他从来都不管家人的死活。哎呀，小草，大壮啊，也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，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扛了，他以为就完事儿了吗？这个傻子，他才不傻。 铁大壮是公司法人，这个工程是他承包的。就算他手底下的人出了纰漏，他也难辞其咎。这个牢，他坐的一点都不冤枉。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担责任也有主有次。铁大壮不是那种钻钱眼里的人，我了解他，他肯定是被人骗了。可是他把责任全都扛起来了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。 这太不公平了，虫儿，你也别着急了。大壮的事儿我没有管，不管要管，还要管到底。我们绝不会让一个无辜的人承担这个责任的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你们哪来的动力啊？田成华，铁大壮已经不是你丈夫了，他背叛了你，他跟李安梅成了家。 你难道被伤得还不够深吗？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毕竟我们做了十几年的夫妻，我了解他，他也了解我。这次他是为了保护我，才主动认罪的。我不能不管他。阿奎，你看看人家两口子，感情多好。 菜已经点了，咱也别浪费，吃点吧。啊，不了，我们还有好多事儿要办呢。最关键的是度假村工程修复的事儿，尽量的减少损失吧。虫儿，这不是个小工程，资金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们俩回去得想办法筹钱，不管花多少钱。 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，也不能让度假村再受损失了。行了，这事儿感谢你们俩人帮我。那这个我带走了，走了，安奎。
白成业是什么人啊？白成业，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刚才我送盐的序的时候，他说的。他说这个人没少在贾水泥的事情里挣钱，还说安梅这么机灵小姑娘，不应该跟他掺和在一起。 回来啦！妈，吃饭没有？我给你们热饭去。妈，您别折腾了，我们都吃过了。那就吃点水果，我今天把这大白梨呀、又甜又脆。妈，我来。哎呀，可好了，你看看，多新鲜！那我去洗个手，你也洗个手去。 不用洗了，没那么多讲究，吃吧。小李儿一样，这梨个儿够大了啊！思佳，分你一半吧。好啊。什么？什么分一半啊？不能分梨，什么都不懂。老辈儿的规矩啊，不能破，记住了。 不能分离。哎呀，好好过日子吧，人生的时间太短，别糟蹋了。我妈这说的也太严重了。 这两口子过日子，哪能像分离这么简单呀？生活就是生活，没那么多刻意，随遇而安就好了。嗯。燕德旭那边白忙活一场，你们还想怎么办呀？不知道，反正留给我们的时间是不多了。 我有一句忠告，你想听吗？说。你是在给你自己的爱情建造坟墓。怎么讲？铁大壮还在人家心里装着呢，你取代不了。 就是我，我没想取代谁，我之所以帮铁大壮，也并不是想讨好窗花，是因为大壮为了保全两个女人，把自己搭进去，这么做像个爷们儿。其实你要把格局放大一些，你会发现，生活当中不光是只有爱情和亲情，还有责任和担当。你要是想得到。 这两天带人把度假村呢是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做了一个全面的排查，一共发现各种隐患跟质量问题43处，其中呢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水泥墙面问题，需要返工，还有几处不是简简单单能修好的，需要扒了重建。我的天哪！
这不是坑人吗？你说这么干，连工带料得多少钱？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，不算接待游客的损失，就得200多万呢。这么多？这是最低的预算了。哎，姐，要不然咱们就改变一下方案，先进受损严重的地方修一下。不行，安全隐患不除，早晚会出大事儿。必须得一次到位的修复。可是我们现在正在赶工滑雪场，资金全部铺上去了，合作社和村委会两个账户加起来连50万都没有啊。可是本来这笔钱也不应该由我们村来付呀，就应该由铁大壮的公司全权负责。他们不是有质保金吗？质保金不够差远去了。再说这个铁大壮被抓以后呢，账户也被查封了。哎呀，就算是不封，他也没钱。我问了他们的会计，铁大壮的公司钱入一笔，李安梅就提一笔，全部提空了。哼，看来这个李安梅啊，早就留着后手呢。姐，要不然我去找找李安梅，让她把钱给吐出来。试试看吧，但也别抱太大希望。老张，哎呀，赶紧找工程队准备开工。钱的事儿啊，我来想办法。好的，去吧。走走走。李安梅，李安梅，李安梅，出来！不动手，别动手，李安梅，放心吧，你哥。李安梅，李安梅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放心吧，走。李安梅，李安梅，出来！李安梅，出来！你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呀，这干嘛呀？一大早上的，在我们家门口吵吵吧喊的，都吃错药了？谁吃错药了？李安梅，你少在这装蒜，赶紧把钱拿出来！钱，赶紧还钱！赶紧的！什么钱？银行有钱，自己取去，管我要什么钱？你在这装傻呢？赶紧的，拿钱！什么钱呢？不知道什么钱呀？维修度假村的工程款，赶紧的！对，赶紧的！那个质量保证金我已经交了，你还管我要什么钱？李安梅。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那质量保证金够吗？你知道你的进那些都是假水泥，现在度假村有40多处需要维修啊，就光修这些需要200万。你赶紧别话别说，把钱拿出来就。赶紧拿钱，快快快快！哎呦我的妈呀，你可吓死我了！还200万，你看我值不值200万？要不然你把我卖了，去给你们维修去。哎，李安梅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那度假村那工程是你承包的，那出了质量问题你就得负责任，白纸黑字那写着呢，怎么的？想赖账啊？不是小庆你，你看你不能这么说吧？那度假村出现了质量事故，那是有人在给我下套呢。这事儿要弄不清楚，我一分钱都不给的。我告诉你，李安梅，度假村那是全村人办的，每个村民都有发言权。对，你赶紧还钱！赶紧还钱！磨叽，赶紧！你也别废话了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：这工程是你承包的吧？假水泥是你进的吧？现在出了问题，是不是得由你全权负责？对啊！你别废话了，把钱给我交出来！不是，你们一个一个的干嘛呀？逼死我是吧？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有本事来来拿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李安梅，你不要脸是吧？好，现在让你拿钱，那是为了让你救你老爷们儿。你不想一想，如果度假村再出事儿的话，你也得进去，也跑不了。你就赶紧的吧，拿钱，快点！干嘛？你们都干嘛？看我们家大壮不在家，我一个弱女子好欺负是不是？行啊，你们老田家人够狠的呀！田地头、田窗棂，不愧是田窗花的亲兄热弟呀、啊！逼死人不偿命是不是？谁逼啊？要不是田窗花贪污受贿进假材料，我的工程会出现质量问题吗？你们不就找他来找我，找我找得着吗？再说一句，再说一句，我有10句等着呢。不是他贪污受贿，我们家大壮能替他顶罪去吗？我说了，别怎么样吧，别说，我就说了怎么样，我说了怎么样，田地头，窗棂，窗棂，怎么回事啊？田庄花，行啊你啊，
你敢指使他们来打我是不是？我正想问问你呢，你什么意思？假材料拿回扣，凭什么让我来赔付呀？今天你把话说清楚，你要说不清楚，李安梅，咱俩手拉手去检察院。李安梅，你别胡搅蛮缠，你赶紧去筹钱，度假村的工程不能等，如果再出人身事故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凭什么是我担呢？要担也是他承担啊。铁叔，你别拦着他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要去检察院？行啊，我陪着你一块儿去，顺便把你偷换水泥的事儿跟检察官好好说道说道。有胆量现在就走，走啊！走？凭什么你说走就走啊？啊？你说话好使吗？不走。我告诉你啊，李安梅，这世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打击豆腐渣工程，很多大案要案都已经破了，就你这点事儿，有什么查不清楚的？我劝你最好还是坦白，争取从宽处理，否则的话，你等着吃官司吧。天川话，你不用在那儿吓唬我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李安梅不懂法呀？我懂。就你贪污受贿那19万赃款，就够判你好几年的了。你自己的屁股都没擦干净的，跟我在这叫什么嚣啊？你们一个个的，都给我滚出去！哎，李安梅，李安梅，给我回来！窗棂，窗棂，窗棂，你疼？你俩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怎么能动手打人呢？姐，你没打架，他是骂小玲，骂我还骂你。哎呀，姐，我俩不是看不了你让人欺负吗？窗花，我跟你说，他就该收拾。你看今天吧，是窗棂抓了他一把，那地头还挨了他一脚呢。你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小心。你们俩现在赶紧写份检讨，贴到村委会的墙报上，赶紧去。哎呀，行，去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别生气了啊，连梅，你等着。李安梅也太黑了，没提着我，我在演呢，在这。不行，再看看你。庄花，摊上这么一个混不讲理的主，我真是没辙了。铁叔，你别着急啊。这个事故，李安梅肯定知道内情，没准他就直接参与了水泥调包。可是我就不明白了。铁大壮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他为什么不说出实情？他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打从他流产到现在，我就觉得这丫头不对劲儿，他一定有大事瞒着咱们，连大壮他都骗了。壮花啊，把你了解的情况再跟我说说，看看怎么才能让安梅把真相说出来。铁叔，再给我点时间，我会有办法的。水泥吗？哎，白哥，你是装修还是盖楼？哎呀，这两天不行啊。是。要水泥吗，大爷？哎，哎，白哥，我说不说。白哥，这么着，你就你晚上装修还是盖楼？就是喝点酒呗，装修。行。好嘞，谢白哥，谢白哥。好，哎，好嘞啊，晚上见。哎，人挺多哈。嗯。再看看啊，哎，兄弟，想弄点便宜水泥有门路吗？你这是自己要？跟朋友弄了个工程，这水泥量用的吧还挺大。哎，我听说这贴牌水泥是正牌水泥的价格一半啊，是不是想挣点钱花？啊，这一看你就啥也不懂啊。这么的，我呢能帮你搭个桥，但是我不挣钱啊。
不过，咱这行有自己规矩啊，该问的别问，不该看的呢，你也把眼合上。这萧天挣自己的钱，其他知道越少越好。现在上面查的严，这你放心，我只管闷头挣钱，别的我看不着，我也听不着。行，说说吧，要多少？这个2000多平米的综合楼吧，你算算得有多少啊？啊，这样吧，啊，你明天呢还到这儿来找我。马成，行，太好了。哎，那我明天到这儿来找你。行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记得我叫金海光。哎，你联系那人是不是姓白呀？你认识老白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。刚才跟你说啥了？不该问的把嘴闭上。都对了。那行吧，明天见吧。啊。哎，白哥，好，我到了。哎呀，得快点儿，我没吃饭呢。啊，哎呀，白哥，这跟你谈点事儿这么费劲呢？干啥非得大晚上出来呀？电话不能说呀？你懂个屁！最近事事都不顺，你知道吗？前两天去检察院堵家门去了。啊？幸亏我没在家。啊，我估摸着上一单水泥的事出娄子，小心点啊！哎，对了，我住哪儿你别告诉别人啊。我知道，小心驶得万年船吧。哎，白哥，我今天碰着一个要货的。量还挺大，我这问问你，现在还能出吗？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小子在那个水泥厂门口晃悠，跑我这问提盘水泥来了。你说这不瞎猫碰上死耗子吗？我看这小子应该是个厨，头一回干，合计找你商量商量吧。不认识就算了。走。啊，说，知道他的宝宝手机是不是你给他买的？说，我跟你说过了，我跟你妹没关系了，别往身上贴膏药。说，那钱是怎么回事？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？说，有多少？都是你们出的。啊啊！什么？全是李安梅出的，是他找的我。说好了，6月3、7月，他拿七，我拿三。知道杜家村工程出事故了，我给了他19万，让他去平事。有能耐你找你妹去。你说的是真的？说，打死我！我说的也是真的。
你发什么疯啊？你已经把一切都给毁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去死吧你！你跟谁大喊大叫呢？爸，还没睡呢。啊，一合伙人，今天啊，把我一个大客户给我谈跑了。我也是气儿不顺，骂了他们几句。你甭跟我打马虎眼，李安梅，你跟我说实话，窗花办公桌里的19万，是不是你放的？爸，这么大一事儿，那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说话咱们得有凭有据，对不对？你甭狡辩，这些事就是你做的。爸，你看你还挺能想象的。哎呦，行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啊，我也累一天了。阿梅，我再跟你说最后两句话。你说你进铁家是为了大壮，这说明你跟大壮是有感情的。就算是你不看我，也得替大壮想想吧。现在大壮就要被判刑了，你就一点都不着急？听我老头子一句劝，赶快回头吧！啊！哎呦，爸，你什么说完？你这说的是啥和啥呀？哪和哪儿啊？我这累了一天了，你赶紧回睡觉。你要好自为之，别自作聪明。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大壮，大壮啥时候回来呀？窗花说了要把他带回来，他咋说话不算话呢？明儿我就找他去。跟窗花没关系。大壮，老伴儿啊，别哭了，啊！哎呀，我的儿子，你大壮，别哭了啊！哎，我们再想办法，好吗？肯定不是大壮的事儿。哎，地头，什么？这就等于合作社变相亏损200万呢？行，我知道了。你要是不告诉我这事儿啊，怕是窗花都不会告诉我。我来想办法吧。你怎么又吃上泡面了？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吧。算了，别折腾了，太晚了，随便吃就得了，赶紧休息吧。晚饭还有剩的鸡蛋，我给你拿过来。
你怎么了？还是铁大壮那事儿啊？尽人事，听天命吧。要我说，这事儿牵扯了安梅，你就多余管。我这辈子最失败的就是我这个妹妹，这事儿办的一件比一件离谱，我真是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小声点，小心让妈听见了。你跟我说说，安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过到案子里去了？算了，别提了，赶紧休息吧。怎么了？现在不是你求我的时候了，还不让我问了是不是？安奎，田春花的事情，你已经掺和的差不多了，该适可而止了。再怎么说，安梅都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得要分清楚远近亲疏吧。佳佳，现在安梅伤害的不光是春花一个人，是全石拉子村几百号村民的利益。现在只有对错，没有远近。这件事，我只能站在春花和全村百姓的立场上。安梅，我该怎么帮她？我到现在也没想好。你不吃了？不吃了。这么早过来有事儿吗？有事儿。啊，哎，小草啊，哎，姐，小牙快迟到了，你替我送她上学。哎，好嘞，啊，把衣服拿上。走了，小牙。小牙听话啊。啊，婶儿，来，您坐啊，我给您倒点热茶。那行了，别忙了，你坐下，我给你说正事儿。坐下。窗花啊。你答应我了，说要把大壮换回来。这都快开庭了，大壮还能换回来吗？你说你忽悠我个老太太。婶儿，我知道您心里着急，可是我跟您一样，我也很着急。只有找到证据，才能证明大壮是清白的。就算上了法庭，也得拿证据说话。找证据？那证据在哪儿呢？啊？这么些日子了，你那证据在哪儿呢？你倒是拿出来呀！婶儿，我知道法庭马上就要开庭了，我已经给大壮请好了律师。我不能完全跟您保证，但是我答应过您，我肯定会全力以赴，我一定会还大壮一个清白。您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啊？你别忘了，俺家大壮都快被判刑了。婶儿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闯花啊，你跟大壮十来年的夫妻了，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行，不老说啥，调查组是不？调查组，我知道。哎，我去调查，我不指着你了，我指不上你，我求不动你，我去调查组把我儿子救出来。
发给你那些资料看了吗？看完了。能不能证明体大壮无罪啊？安奎，这么说吧，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。你想想看，铁大壮是公司法人，现在公司出现了问题，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举证说他不知情，他在里面大包大揽，说他全知道，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哎，这个傻子到现在还这么说。可不是嘛，我已经跟他摆明利害关系了，他就是不松口。可这并不是事实啊。那谁能证明啊？你说，我说，这都不能成为证据。只有当事人站出来，把事情说清楚，还原真相，才能说明他不知情。明白了，还得说服安梅。对。哎，我手机呢？没看你拿手机啊。那行吧，我再去找证人，先走了啊。嗯。查到什么新线索没有？我想想什么呀？田壮华，你还真把李安奎当成你的部下了？你成天这么勾惹他，你有完没完？对不起啊，总监，我不知道是你。我找安奎是为了让他给我调查线索的事儿，因为大壮马上就要开庭了，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。你还真的对铁大壮的事情挺上心的啊。你要是这么掏心掏肺地惦记着他，何不放李安奎一马呢？你是不是觉得同时占有两个男人特别有成就感啊？哎，宗佳，你别多心啊，我找李安奎真的只是为了大壮的事儿。哎呀，你也太敏感了吧！你说我神经过敏？你天天这么勾着李安奎，你说我神经过敏？行。你要是现在说你放了李安奎，你让他跟我复婚，我就承认我神经过敏。刘宗佳，现在大壮的事还没解决，我真没心思跟你较劲。再说了，安奎不是你我拿来交换的东西。如果你想让他回到你身边，想跟他复婚，那得靠你自己。别把自己摘那么干净。田承欢，我今天就要当面跟你说道说道，你有胆量来吗？你想聊什么？当面听你教训我呀，你敢吗？行，在哪儿见？一个小时以后，逸水云天度假酒店303客房见。佳佳，啊，妈，我中午要去见个客户。佳佳，你脸色不好。没事吧，妈？我没事儿。